早餐繼續吃飯團 ，Family Mart Espresso。Oops， 今日是落雨啊！行程第一站，龍安寺石頭。我係唔係好熟點去咧？跟住緊前面有班類似中學生定唔知小學生嘅人。午餐嚟到龍安寺嘅精進料理，精進咖喱，煮嘅精進飯，龍安寺菜之花嗰間係唔係純素餐廳，但係咧佢入邊有兩個精進料理，跟住頭先亦都 wiki 咗，原來精進料理係類似嘅係齋菜，係。I'll be here when it gets too much. Lying in bed and our fingers touch. It's just something meant for us. The rest can't guess, but it's all pure luck.我哋嚟到呢個 trip 嘅焦點行程去 Pub Cafe。Living room pub cafe， 超得意。晚餐环节嚟到京都嘅高级 vegan 餐厅 Yukishima Garden， 呢度讲嘢好细声，因为呢度好高级。北海道海草汤饭团，冲绳县直送芝麻豆腐，昆布沙律，冲绳出产芦荟洋葱沙律，高级牛蒡汤。不知名啡色植物，今晚的主菜 vegan 拉麵，好像是 gluten free， 香蕉 brown rice 雪糕，黑色咖啡。剛才那間高級餐廳好味。晚餐環節，今天是已經是第二天，因為今天太 chill 就是 shopping， 所以不怕了。但我們今晚的晚餐是揀了在樓下一間臭臭的超市，有些很便宜的食物，然後忍不住今晚決定要試一下，我就撿了一堆類似是 vegan 的食物，已經盡力看了一些標籤了。炸薑、炸茄子、炸南瓜，每日所需纖維，橙汁，不是，橙啫喱，腐皮卷，有味的饭，有味的菜饭，炸青瓜织物，午后之柠茶，这一堆东西加起来都是1000元。全素大阪京都，好好味，鱼。